生才算得上完美。谢谢大家。我想在这个台上我现在开始懂你了，我觉得你现在应该马上走，停止这场面试，因为你最适合的岗位不是什么项目经理，你就适合当老板。所以说我建议你呢，你现在就停止面试，赶紧回家向老婆认个错，搞好父母岳父母的关系，重新把你那个企业做起来，可以吗？哎，潮汐老师，我打断一下啊，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？就一首歌，就您现在的 level 就高度已经到了一首歌就能够就这样了吗？就不是，他看那个历程啊，他那个历程中间是一个台阶 step by step 上来的，他已经是王了。对，因为是这样的，你现在的状态真的适合带领一家企业往前走，你现在进入到任何一家企业都不适合，就你现在已经是一个王的状态了，你现在当一个司机其实你降不下来。大卫老师，我想提个建议啊，咱们想做一个游戏，我想你坐在我的位置，你就是潮汐，我站在台上，我就是翟洋洋，你给我提建议可以吗？就是你站在我的立场上看你自己，你觉得你应该做什么样的人生决定和建议？你这个良苦用心啊特别好，有请潮汐先生，你现在到企业家的位子上就坐来。那我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。来吧，这位求职者。曹总您好，我是翟洋洋，我的经历您应该知道了，您觉得我下一边应该怎么走？我感觉的话，你应该忠于你自己内心最深处的，你到底是想要家庭还是想要事业，你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思路，你往哪个方向走就坚持不懈地走下去，不要再有问号。我想要爱情，可是我挂不下面子。想要爱情的话，你爱不下面子，你可以多去沟通啊，跟你的爱人多多沟通一下，这个矛盾点到底在哪里，多找一下自己的这个存在的价值。解决了。那曹总，您能帮我去跟我岳父母说一声吗？他们家是他们家，你是你们家，你们要顾好你这个小家，不要管太多的其他的事情。太清晰了。曹总，你此时此刻能不能对翟洋洋的岳父岳母说几句？孩子的事情就让给他们来做吧，不要再对他们的一些生活的观点去提出一些过多自己干涉的意见。来，我们给曹总一点掌声。那曹总，那你觉得我现在这个面试应该怎么往下走？我是应该继续面试找一家企业，还是我现在就离开呢？那要看你自己怎么想，你是要工作还是要回去然后自己做你自己的事业？那好，曹总，我已经知道答案了。我觉得如果在这个场上我找到了一份工作，我辛辛苦苦创立的那个品牌就要死掉，那么我舍不得我的心血，我也舍不得我的妻子，所以对不起各位，我可能要终止这次面试了，谢谢大家，我走了。每一次听这个音乐的时候，内心都会有一点失落和难过，但这一次我内心当中竟然升起了一番小欣喜。他的话和这个音乐对你来说是最有用的，别坐着了，起来吧，舍不得走嘞，别起来了，您就坐那儿吧，特别合适，坐着特别有味道。谢谢你给我机会啊。翟洋洋，你坐在那地方非常有自信啊，你是有王的气质的。洋洋你特别帅，特像个大老板，你知道吗？感谢那个潮汐，我觉得刚才那个角色扮演，那个洋洋在上面的时候啊，说实话说话也啰里吧嗦的，但是一坐在这儿很帅，特别清晰，对，一下变了，真的气场十足哈。洋洋，你坐那个地方是你非常有魅力的时候，而且非常的自信，全场的高光时刻，带来了很多的光芒，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想明白了自己吧。其实我的主导思维可能就是说，只有等到失去之后才会懂得去珍惜这些事情，可能更多的事情是我跟我爱人，可能包括他们家，然后可能就是在这个话题上比较敏感，所以才会引发这么多矛盾。也就是说，当我离开了这家公司，我重新去做了，反正什么到时候可能场面可能会更糟糕，但是可能就会知道失去的。别往下说了，再往下说我告诉你，你以后真回不去了啊，你的心里表达清楚了就行了啊。对，但是有一点我觉得，就是你的事业和你经营你的爱情是两件事儿的，你即使你独挡一面出来做工作了，不影响你去维护你跟你爱人继续去想你们俩怎么过日子的事儿。你的所有环节太想证明你自己了，人家说一句话你就觉得刺到你了，你马上你就说为了面子我要怎样了。
你不从你自己这边解决问题，别人随便说一句什么，我跟你讲，就是你自个儿创一份事业，将来别人说点啥，你自己的心是虚的，你也会觉得牵肠挂肚七上八下，你还得让你自己内心强大起来。接下来七位企业家请做出你们的选择。来，祝贺你成功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，谈钱不伤感情。有请三位企业家。为你度身定做的，这是我们现在担任的一个总策划，是九华山池州市整个一个全面的三农基地来进行电商，来推动当地的共同致富10000家。因为你是做过运营者的，对吧？这个对你来讲只是它是一个门槛而已。那么我们月喵 AI 呢，现在是在一个大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时间，所以呢我现在给你的这样一个位置呢，就是区域经理，这个工资也是像这个你所要求的一样，10000加，然后这个加呢是根据你的业绩来提成的。我在广州投了一个工厂，我们现在要把它 2C， 通过直播电商所以我需要可能北京广州两地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就是10000加加加，我写的啊，就是项目经理，你来负责这个项目，负责它的对接，包括全套的这些流程，包括供应商的匹配对接啊。好，灭掉一盏灯，考虑好了就出发。就你这回答问题这个劲儿，要像你出发这走路这劲头就好了啊。刚说会把广州给灭了，你是为什么灭我？我刚在旁边说这肯定灭了。谢谢你这么支持我，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两家。好吧，来，我们请徐章和杨石头走上竞价台。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没有问题哈，好吧。在你选择之前，我给你给一句话，你坐在这儿的时候，曾经给台上的你一个建议，遵从你的内心，你的内心真的想好了吗？因为你在第一次选择之前，你说你还没有想明白，但是现在一定要想明白再做决策，好吗？来吧，翟阳阳，在智立方和月喵 AI 之间选择一家，你也可以说一声谢谢再见，离开舞台。谢谢再见。这个我太不能理解了，我太理解了，太好了这个结局。可能今天在这个台上，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短，可能我的这一些好多就我要阐述的内容可能没有表达清楚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，就是说我来到这个台上的一个目的可能也没有表示清楚。其实我反而对你的结果我觉得蛮高兴的。我觉得很多时候人内心是有一个答案的，但是他需要肯定，需要在台上有诱惑的时候，我才知道原来那些我曾经想放弃的东西那么珍贵。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你的选择是对的。那我最后再说一句话吧，可能这话也没有讲出来，我感觉比较遗憾，因为我非常喜欢非你莫属，我喜欢非你莫属已经将近10年了，也让我对这个职场和创业有了最基本的分析和认识。所以在我以前还是普通服务员和创业者的时候，我就曾无数次幻想登上非你莫属的舞台，所以今天我来了也算是一次圆梦吧。圆梦了。好，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，希望你啊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。这是我补充知识学习的地方。哎，